奖，得奖的是于祖轩、陈于轩、杨新维、陈维志、胡新文、刘玉泉、胡品成、舒志成、金玉霞、林丽珍、孔令如、陈逸婷、徐玉泉、周于轩、陈佑霞、洪浩成、唐孝尊、陈品安、张嘉玲、王子元、刘俊浩、林尚君、陈星云、马艳红、何立凯、张宏明、陈永伟、林汉贤、周少奇、蔡依文。自信奖、国安奖同学请准备。好，这个奖项我们请我们福科国中张瑞麟张会长为我们颁奖。请颁奖人、受奖同学。